炭传统马啡重口味，以碟代杯。精品咖啡近年在日本、台湾和香港都大行其道，这个潮流来到大马，配合当地好山好水引育而成的土产咖啡豆，潜力绝对无限啊。就好像这一间咖啡店，用自家在大马咖啡园种植的咖啡豆，诚意满分啊。难怪开业短短一年已经受到爱咖啡的人追捧啊。在假日座无虚席，想喝好的咖啡就要耐心一点等一等啊。老板是30出头的 Jason， 他曾经在台湾读书，钻研咖啡艺术，在咖啡店里面亲力亲为炒豆泡咖啡。要冲靓的咖啡一点都不容易的，单是红吸式咖啡 Jason 就足足学了半年。 Jason 还偷偷地告诉我知啊，秘诀是在温度和搅拌的力度啊。而且每一杯给客人的咖啡 Jason 都是会亲自先试味，每一杯都是诚意之作啊。至于传统大马咖啡，除了有香港人熟悉的白咖啡之外，还有咖啡壶、咖啡器和咖啡烘。南洋风味的大马咖啡不单止重口味，而且饮法都相当特别的。这种茶有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会端来的时候会比较烧，所以他们一种喝法就是把它放在盘子边，所以比较容易喝。这种本地传统特色。